喂，干嘛？没什么，你是故意的。对，那其实很好玩。好烦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他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，又是什么？好烦，是他。你好，我昨天心情有点不太好，所以这是我的荣幸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合作愉快。好啊。如果有教授，我一定要努力收。丘比特呀，快为我加油！多少那积累大到怕心给自己跳车，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？一生拿起扫把，在他心里洗洗刷刷。你们想说？哎，想什么呢？我什么时候承认过错？没有，不管了，就这样。这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就像走吧，我请你吃饭，你走吧。来吧，姐，我男朋友。你是故意的，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看出来了吧？有戏，所以呢？你们这么快吗？你说呢？不打扰，来吧，咱们继续。你也想吃什么呀？想不想吃？不是，有人来了，我靠！如果担心我的身份，不用担心，我来过看牢，是吗？